29，驾驶出租汽车平直路段行驶时，行车制动突然失灵，就是刹车失灵了。要沉着冷静，在控制好方向的前提下，A 立即松台加速踏板，因为这时刹车已经不好使了，就不能再加油门了。B 是强挂低速档减速，发动机制动。C 使用驻车制动减速停车，这就是用手刹。而 D 为什么不选呢？说熄火滑行，这时候熄火滑行，那方向盘也是非常非常沉了。